了。特别就是你们看这里，我们的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盒子啊、袋啊这样子的之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？就是分享一个，就是一个产品。什么产品呢？就是 Endomi 的产品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Endomi 的产品呢，有就是这个 Harmony， 还有一个产品就是 Probiotic， 还有就是这个什么 Shakshoya Multigreen 呀。那么我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Harmony。这个 Himohi 呢，就是他的原创人呢，就是他本身呢，就是之前他其实有中到一个就是癌症啊，糖尿病哦，就是第四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那时候当时可觉得，哎呀，我中了这样子的病，预计没有希望，那么呢，可能他就是遇到这个产品哇，就是吃了哇，慢慢就会好。那么呢，这个呢，除了就是癌症什么疾病呢，也是可以吃。那么是如果是中疫情的话，就是 COVID-19， 他可能就是首先你先吃三包。你看它就是一个盒子这样子的，然后它里面有总共6包这样子的，它是一袋这样子的，就是水水的。那么它就是有那个就是哈拉，然后你必须就是要读一下它的那个就是它的 instruction 啊，在这里，那你要跟着它的 instruction 来走，然后要怎么吃 ？OK。这个就是after food 吃的啦，就是before food 啊，或者是 after food 啊，也是可以吃的这个。那么我也想试一看这个是什么味道，因为听说是有点苦的啦。那么我先开一开，来喝。我就是刚吃饱，然后现在可以吃一下。哇，很多东西哦！可是吃这个，哎呀，好难！好像怎么样？它是有点巧克力。OK。我跟你讲啊，就你们要喝多一点水。
这个也是哈拉了，所以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呢，就是也是可以吃，放心吃 ，OK， 放心，为了你的健康就是要。这个是吃 for 你的 protein 啊，可以减肥，这个可以减肥的 ，OK， 这是 atomy 和 shake soya 的，就是治疗。这个是哦，是放温水，然后要摇，大家是咻咻咻咻咻咻，好喝。那你去做 gym 啊，还是在家里做运动啊？你可以就是跑来，对，一边做运动一边喝 protein， 好健康，对吧？很有 power。这样，那么就是这个是他的，应该是他的说明书，说他这个 Hemohim 的说明书，它里面真的是只有这个我看懂了 Hemohim， 然后全部是韩国字，你看一下，得得得得得得。全部是韩国字，有没有？没有一个是华文字啊，马来文字啊，英文字，全部是韩国字。如果你想要了解哦，你可以就是，是可以谷歌 search， 可以谷歌 search 啊，这个 Hemohim 这个是什么的，可以去多了解一下。那么，如果呢，想要。就是如果是还不明白的，想要更了解更多的产品啊，还是什么，可以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就是写一下我们的联系的方式，你们可以就是找我们。好啊，那么今天我向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。然后订阅，好按小铃铛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说，就是如果你是有进 member， 有进这个会员，就是这个 Endomi 的会员member 的话，就是 free 的 ，OK， 是 free 的。好，上课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就可以多上课啊。上他的这些产品的课啊，然后多了解一下这个产品是用处是什么 ，OK， 然后你可以多听一下，然后多了解这些产品。好啦，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留言，可以 comment 在对给我们。到一下，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，可以联系我们。对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、订阅，还有按小铃铛。按了小铃铛之后，就会容易得到我们的新的作品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